老秦，那么今天就来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啦。那上次基本上的话，帮我们这个国雄军来推荐一下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因为泽平之前的国雄军的话，都是只有让他在就是比较下面的位置，我还没有让他就是在上面的位置，所以他这边的话，其实大家有推荐就是国流军的这边的这个连组哦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国雄军的连组是什么？这个初期工作喵狂等级 up 中，哇靠，那一定得抽啊，各位。OK， 我了解了，我了解了。OK， 没事。那是必须，那是铁定。一开始就让你就是那个猫猫的工作量往上提升哦，是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先来置换一下，然后把国雄军给他换到上面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连组的这个威力哦。所以这直接一只就直接终极耶，那难怪了哦，那是难怪了，那是真的有点厉害了哦。那我们就直接放上去，然后把它当一个就是正人的那个感觉，正在那边正手哦。来了，尾鱼下巴防波比。上次的话，基本上好像有知道，就是这关其实好像，哎，不是白痴，因为我带 Max 对不对？所以，你们懂我要说什么吗？是不是其实我都带 Max 了，所以那个国雄军就没什么用了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？哇，这关比较麻烦，是因为后面还有就是那个很麻烦，那个鹅会让我们就是丧失这些就是额外的这些效果，我们就没办法那么的有能力的，就是给他们来一波暂停的。然后鹅这边的话，应该还是要想办法给他解决，但苹果猫这边的话，这些就完蛋了。然后我们那个谁，我们那个谁，那个冰晶女王猫如果挂了，那就惨了啊。哦，好恐怖哦！我觉得，而且水豚军越来越多只。我说真的，他只要打到我们的冰晶王，哦，没了，死去，各位死去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办法暂停了。所以这关的话，我觉得打法这边我可能还要再想一下该怎么办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可能要换个那个吧，换个研究力连组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郭雄军，抱歉了，郭雄军啊。但国雄军确实有他的那个厉害之处，我们把上面换成那个研究力连组好了，好吧？我们就是猫咪出快一点，然后让它可以就是叠起来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这边的话应该是，大的在这边，这个上去，然后先这样子试试看好了，然后机器有把这个换掉，换成我们的那个。强猫，飞脚猫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啊？不然我们这次换成飞脚猫好了，好不好？飞脚猫，飞六包哦！来来来，飞脚猫走起！飞脚猫在这边吗？飞脚猫这边啊，哦，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就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钱包问题，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难的耶。顶男，顶男，来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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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先想办法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水豚军先轰烂，这不轰烂我有点麻烦，好不好？哇靠，不行欸，飞脚猫。不够啊，好吧，那坦克可能要再弄多一点出来了，这不够啊。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打掉那个后面那个东西的，所以这个美女神应该要下来，然后这放上去。苹果猫感觉是不是完蛋了？好好尴尬啊，哦！想一下啊，哦，这边的话，哎，如果我们用黑凯，黑凯可以让对面没办法诅咒到我们吗？有这个办法吗？试试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黑凯能够让对面诅咒不到我们的话，那是不是有机会？我们来看看。黑凯如果能够让对面不会诅咒我们的话，
那就还有机会哦。黑凯，我靠！我这边喷飞，哎、欸，不行，黑凯完全打不到，死定了。可是好像是真的会让他没办法弄我们中火，对对对对，有他没办法弄我们中火效果，但是黑凯的位置不太好。哇，好，想一下，哇，那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有点难搞哎、欸，这个黑凯不行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有什么诅咒的东西可以搞？我们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吗？新娘吗？哇，各种搞哎、欸，哇，一直在浪费我们的 Max， 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努力啊、嗯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白眼羊先，冰晶女神，冰晶女王，苹果猫，时空女神，感觉他们这个距离应该是差不多可以哦。干不行，全部都被打到了，白痴！啊哈哈，冰晶王猫猫。掰掉了！不行啊，我觉得那只鹅太麻烦了，完蛋，要被鹅搞烂啦！想一下啊，带一只时空女神呢，飞脚猫下来，然后再换一只，还是拉面王试试看啊，再多一只坦克，会不会比较稳一点点？各位。好难好难耶，这样子。但我就是觉得他们那个距离好像不够远呢。那就是好啦，来吧，只能搞这招了。欸，可是我觉得凯斯利好像都会被打到欸，对不对？凯斯利好像都会被打到的，完了。凯斯利都是会被打到的，4800，击退战法，凯斯利。跟着没有击退成功，白痴！干！我、哦、不行哦，这个这太丑了。那只我想一下办法哦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让那个后面的那个谁谁谁暂停的？好啦，我想到一个好朋友了，好不好？他绝对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但是我在想办法要怎么处理掉后面那只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只一定可以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处理它是一个大问题，就是那只鹅，苹果猫这边好像还是蛮需要的。好、啊，走起，浪费超多 Max 哎、欸，大家要耍白痴了吧，对不对？来，没关系，走起。哦哟，白痴哦！到底那个鹅为什么都可以打这么远啦？哭了都！这样两个合作应该可以吧？慢慢消，慢慢消。干完了，
别放弃，别放弃，因为我们目前来说好像还 hold 得住，各位，别放弃希望，交给他，三只坦克，而且我们是量产模组，继续耗，哇哇哇哇哇，那这样感觉起来好像也不用冰晶女王猫吼，靠他们好像就可以了，哦。只是我手指好酸，完了，他们往前走了，不行不行！哇，哭了都！我去，小弹丸看一下能不能，至少找到一个关键点了。果然还是给靠我们的超能猫猫，然后这个缓速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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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慢慢薅，慢慢薅应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就靠这个方法，小弹丸再加那个，再加我们就是那个异能白骨猫，我觉得我找到突破口了，各位，可以。但是我带的这边是量那个研究力连组哦，所以是量产比较快一点点的。然后再加上这样的话，就全部 hold 住了，各位。哇 ，OK OK， 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哇哇！有人发疯了，各位！我是希望他就只有这几只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加了。他如果再加什么东西，我就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，白骨猫！缓速 ，nice！ 完了，我这边是不是有点尴尬了？我按的好像有点尴尬了，完蛋完蛋，要被弄了吗？对，要被弄了，要被弄了！快打回去！哇，等一下，出大事了，阿贝！哎，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我的小弹丸没有弄到啊？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为什么没有弄到？看八七二，八七二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阿贝！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一只给打死，哎。欸，他有时候暂停不到全部人啊！啊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攻击下降，继续磨，我就可以继续磨，各位，磨到烂掉！啊，完了，他们要走过来了，死定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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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被他们找到一个破口了，死定了！哇，不是你也死个一只吧？哇，全部暴击，死定了，完了，我们要没了，各位！啊！哇，打塔了，可是他好像打，哇，我才说打不到，完蛋了。GG， 我的天！但是我好像找到一点点小破口了，各位。哇！但是真的是要被他车歪了，各位。真的是要被他车歪了，死定！哦，那个鹅有够烦的。